法咧係一樣嘅，係法治嘅一塊基石，亦都正係我剛才所提到，政府喺現階段係唔能夠接納未經既定程序諮詢嘅三項修正案嘅主要原因。值得注意嘅就係版權擁有人咧，亦都提出咗打擊集結侵權超連結網站、司法阻截侵權嘅網站，以及咧係延長版權期限呢啲嘅訴求。政府在今次的修例里面呢是没有接纳到的。试问我们又怎样可以未经咨询的情况之下呢强行将这些要求加入条例草案里面呢？莫乃光议员、郭荣亨议员和梁继昌议员三位议员呢，他们都在星期一是提出了新的方案。我認為政府對任何新的方案都要小心謹慎考慮，亦都是應該容許社會上有充分的機會去討論。最重要的呢，就是必須建基於持份者的共識。大律師公會在2月17日的立場書提到呢，進一步放寬豁免等持份者制權，理應建基於各個持份者之間的共識。該會認為呢，就二次創作者對擴大豁免的進一步的要求呢，基於版權擁有人未能達成共識，以此綁架我們草案中供應有迫切需要的就傳播權的改革呢，是於理不合的。我認為公會所講的正中要點，涉及版權法的修訂理應是建基於持份者的共識。泛民議員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之前的最後時刻推翻過往的共識，拉布多月，到今個星期推出新的方案，就要求政府說服了我們版權擁有人接受。大律師公會呢，以綁架利益這個一連串的舉動呢，實在無疑的正中。我必須要指出呢，政府是已經完成既定諮詢程序之後，已經將條例草案交給今屆立法會審議，專責的法案委員會各大政黨的代表呢，其實你們都有參加。經過16個月開過24次會，一共有50小時的討論，過去11月支持恢復二讀辯論的時候，連續4個星期內會呢被息的，是沒有議員反對的。我重提這些的經過呢，是要說明如果條例草案經過10年的時間，多次公眾諮詢，甚至是經過一度得到部分泛民議員的支持，但最終都未能夠獲得通過，那我們有什麼理由相信泛民提出這個新的方案會可以在短短幾個星期創造奇蹟，得到共識？事實呢，代表超過1400間創意和娛樂公司的香港版權大聯盟已經公開去反對泛民提出的最新議案。泛民議員在最後的委員會階段提出所謂可以各方妥協的方案，絕對是誤導市民。第一，這個是利用拉布不出席會議、製造流會的不道德手段綁架立法會，要要挟通過的方案，一方傾斜，會打破了我們凝聚十年共識的平衡，絕不公平。第二，這個方案的草擬粗疏，在政策、法律原則、國際社會版權制度的考量之下，通通站不住腳的。只舉一例，是說有限度的公平使用，但是草擬的條文裡面完全呢是沒有公平這個關鍵的法律用詞，用的呢個字眼是處理，不是使用。第三，泛民議員提出的新的方案在概念上和我們之前構想的建議有類似的地方，但我們亦都有的業界方面是從他們的討論過，他們清楚的明白他們這塊地的特別的特別事業裡面的所謂的難度的特別事業裡面，他們都
委亦都指出，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經係成熟平衡嘅方案，無需加入泛民提出嘅三項修正案，已經充分保障言論創作自由，同時滿足保護版權嘅需要。條例草案已經得到大律師公會同律師公會等嘅支持。唔少泛民嘅議員喺你哋嘅發言裏面咧，你都承認嘅反對草案係政治嘅問題。我在上個星期五已經公開表示，如果條例草案現在在立法會會議廳有少少技術的問題，請大家稍後一會。很快的時候，我們會繼續聽到議員的官員的發言。8点钟，第二咧，听日个会咧，我哋一定系会继续嘅。冇个麦都有。我宣布会议现在暂停，明天上午9时正恢复。好，刚刚立法会会议的主席就宣布今日的会议暂停啦。咁喺好快嘅时候我哋香港电台数码35台就会同香港电台第5台联合广播噶啦。听朝上午9点钟，香港电台数码35台继续为大家转播立法会会议嘅情况。大致天晴，今朝早、听日嘅早晚有几阵薄雾，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渐转潮湿有雾，下周中后期嘅天气显著转冷同埋有雨。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4级，间中5级，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头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东风。